漏了。No, 这个叫薯条。外酥里嫩，一口下去酒香，而后是醇香，蘸着这款酱料，酸中带甜，还有咸的味道，营造不下。这是这地瓜、它叫甘梅番薯饼。好奇特的口感，我仿佛想起了那天我在夕阳下奔跑的那天啊。哇，这细腻的触觉好似初恋般柔软，夹杂着辛辣的颗粒，就如同它带给我的伤痛一般。大哥，你过分了啊！我是无辜的呀，我。英雄果然是英雄啊，身边带的丫鬟都不一样。哎，小丫鬟，既然现在饭菜已经做好了，那你就出去吧。我出去？是啊，这些都是我做的，我一口没吃，那你让我出去？没错啊，丫鬟反正也不能上桌啊。我的人可以。好。这个就是我穿越来命中注定的男主。这位姑娘，我叫薛小冉，今年22岁，毕业于法国蓝带大学，至今未婚，单身。啊，敢问姑娘？我愿意。有吃的吗？啊？姑娘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他们饿了我3天了。我也没吃东西。他们每天让我去那儿写勒索信要赎金呢。我呀，再饿我就成饿死鬼了。这位帅哥，不是，随便给我点吃的都行。这位帅哥。